乡亲好，欢迎收看八月十四号礼拜三的蓝天新闻，我是李迪。凯美洪台过境造成台南地区严重淹水，立委赖慧文认为讲，这回淹水显示着新营地区排水系统容量不足。为着要解决这款的问题，今日赖慧文甲林振贤都特别邀集到内政部国土署，也佮有台南市政府相关的单位，到新营区的兴隆市的抽水站，也佮有南兴的抽水站来会勘。争取十多亿的经费，要来进行排水系统更新的工程。凯美洪台造成大新营地区侪侪所在淹水，洪灾过后，卫生平台开始检讨相关的排水、抽水容量不足问题。立委赖慧文甲林俊贤今日就专工邀请到内政部国土署的署长吴新秀来南下，到新营两处的抽水站来会勘。开水了吼，即个淹水吼实在是不是大家有法度掌控的哈，那就是我们也快速跟林基县委员哈，那从中央要到了这一笔钱哈，其实阿伯乱，或是这种规划中啊，不是干啦，这个新隆抽水站3.6亿，就是它周边这些道路哈，诶，在迄个应该是在排水哈，啊，到七高哈，这個、水高啊哈，拢诶。一并处理。115年，阁有新增加一笔预算，要来专心来扩充这個部分。所以我来请市务，我来报，我到时就把预算分做两笔。哦，第一用抽水站更新的扩充的心，啊，这抢伫明年。啊，这做干线，啊，要扩充要做这个迄、那个自洪池啊，调节池的。啊，咱就从设计开始，但是我来请伊报计划。啊，阮较紧甲行政安排讲这部分，我来优先先排落。哦，安尼我从115年接续落，这预算就会当继续执行。咱希望就是这一两冬内吼，较紧甲这大问题先解决。吴新秀指出，抽水站的更新，也有抽水量的扩充是比较较紧急。到明年八月份之前，中央有一笔的预算，将会优先来处理一挂抽水站的问题，以及他周边道路甲排水等等议题，嘛将会持续甲南市务来讨论检讨。希望讲要做就做好，避免让民众再度受到淹水之苦。咱的新闻台新雅综合报道。长久以来，市场上有真侪外国的蚵仔套南台湾的蚵仔，佮用真低价销来贩售，严重影响到本土蚵仔养殖的产业。为着要来解决这款的困境，农业部渔业署佮台南市政府合作，推动建立台南科的品牌标章，上午这个品牌标志正式来发表。未来透过这个标志，除了是会当予消费者作为买本土蚵仔的依据之外，渔民配合到水产品的溯源的申请的机制，嘛爱替家己的蚵仔来负责，让消费者食了搁较安心。台南的七股、甲安南以及北门等地区的饲蚵仔农民，伊来上台展示家己所饲的这蚵仔嘛能搭上台南蚵仔的标签，除了是保证台南在地养殖的之外，渔民嘛配合着水产品的溯源申请机制，较处理着标签，所以讲这蚵仔食起来是更加安心。稳健不赖吃，品质有保证。我先生，我有节。政府渔民到底行，需要大家来收听。台南鹅上亲，台南鹅上山。过去因为讲真侪外国蚵仔来这套南，着台湾蚵仔来贩售，造成本土的蚵农生活甲收益受影响。为了阻挡着这款的乱象，政府积极来拦查之外，嘛推动台南蚵仔的品牌标章机制。哦，今日无做，明仔有会；长无做，今仔有会。虽然长做起来，今仔日对咱有成果。蚵仔你老无请字啊，你看怎对蚵仔？所以你要建立这个品牌，用这个品牌建立消费者的信心，变成足重要。蚵仔品牌一旦吼，即摆大多也都参照渔民所讲，阮家己饲，我家己挂保证，阮负责，吼，这就是上盖好的这个品质，吼，保证的表现。台南蚵仔品牌是娱乐农业部、渔业署甲台南市政府合作推动，想要来处理到这个标章需要有定定的检验甲验证，因为搭上着标章，家己生产得爱家己来负责。让我们的蚵仔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更清楚。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产地端的品牌，你要有品牌，才能够让消费者知道，他吃到的是台湾的蚵仔，那他吃到的是台南的蚵仔。特别是台南的蚵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风味。那第二个部分是后端的行销，其实也是结合我们前端的，
所以我们在品牌的额外里面，其实我们带了一些所谓的产销履历，或者是追溯的一个系统，就是让消费者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标章，就有它的一个品质保障。基德兰地区的永食蚵仔，伊就安南区安平北门这个为主，大约是200多户。伊讲进口蚵仔冲击到本土蚵仔，所以讲开有台南蚵仔的标准品牌来出现。蚵农透过着产销努力来溯源认证，会当片面甲进口蚵仔来套单。台南蚵仔的标准甲进口蚵仔做出着区隔，卖当互消费者方便来辨识，卖当提悬着本土蚵仔的竞争力。南天新闻台下台南采访报道。为了应对台南热天的高温，台南市政府经发局推出台南高温限定的方案，为八月份开始串联在地传统市场一个夜市的店家，总共7个所在36间的店家联合来推出高温消暑的优惠活动，包括着饮料甲冰买一送一、消暑券的赠送等等，要让民众享受到上凉爽的热天的体验。热天来一碗清凉的冰，还有一杯饮料是真透心凉。对此，南市附近发酵特别串联着协内7位的传统市场，还有夜市啊，总共36间的业者联合来办理高温限定的方案，做出济济优惠。高温限定的一个方案，联合台南各名气的一个市场，还有夜市共同来举办。那包括大东东夜市、武圣夜市、花园夜市。还有西门前朝、永乐、西港、六甲等，等7处哈、也联合了、很多知名、排队的一个名店，大家共同来享誉哈，来共同来参与哈。这回参会市场甲夜市啊，为客南到客北拢总有，有济济特色的冰店，也有网络超人气的排队店家。业者表示讲，透过这回优惠活动，希望讲会当提升市场，也有夜市的经济活力，让市民有更卡侪消暑的选择。卷卷屋也是创立11周年，所以也推出了11周年的圣代冰淇淋。那上面除了很特别的使用我们预警芒果去制作成双淇淋以外，我们上面还会插一支 shot。那我们也有 whisky， 有美酒，还有莓果醋跟那个黑糖鲜奶可以选择。那在 IG 上面，其实大家打卡率都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对我们台南的冰品都非常的喜欢。台湾农林出的百年老茶厂的茶，然后凤梨的话是用我们关庙的17号凤梨，然后用我们独家的手法来做一个来做一个蒸煮跟一个推出。然后我们这次针对我们台南市政府这次推出的夏日活动，花园夜市特别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活动，它有推出的是我们的凉夏券，它是有1000每周四，然后推出1500份，然后还有10块的面额。警方局指出，这回参会店家名单一个优惠，在市场处的网站甲并且粉丝团拢看得到，欢迎民众把握难得机会，到台南来佚佗食冰。南台新闻台新雅采访报道。为了庆祝着台南建城400年，台南市政府规划系列的活动，并且来到台中知名的百货举办穿越400台南物产展，结合着富城知名的美食伴手礼一个工艺品。也来举办着保准 DIY， 还有平安盐福袋 DIY 等等的活动体验，要让台中的市民朋友也做回来感受到文化古都的风采。百货也加码推出各项的优惠，期待讲会当吸引买去。庆祝着台南市八台南市政府规划着系列活动，这回来到了台中知名的百货公司举办着穿越400台南物产展，汇集着富城美食甲伴手礼。现场手做料理的这摊位吸引真侪民众停下脚步来看卖，而市长王伟提更加亲自来到现场参与着开幕活动，主持着新年礼，也邀请大家作为品尝美食气氛相当热烈。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安百合作，我们金花体第一次跟大安百合作。那来到这边，我们都是感觉大安百合真的是消费能力好强，我们非常高兴是给我们台南跟大安百合作的一次开拓的机会。
宜德兰物产店旗下的将近30间德兰在地优质盘手的品牌，期待将德兰丰富的美食文化带来到台中，也举办着抱枕 DIY 加祈福平安盐地 DIY 等活动，让民众当亲手制作专属于家己的纪念品。正常一般蛋卷都是用面粉做的，那我们用米做呢，比较好吸收消化。那我们这两年呢，调整配方之后呢，也有陆续参加农粮署的参赛，这是我们去年得奖礼盒，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得金奖的礼盒。我们这次参展有准备了奇鱼芥末的风味，就是选用台南在地的奇鱼松，然后台中的顾客接受度也很高。一百位公司配合活动嘛，推出了真侪优惠活动，木山店主只去到8月18号截止。欢迎民众来当双果优质盘手咧，支持台南特色品牌持续发展。南天新闻综合报道。国立台南大学视觉艺术一个设计学系学生，甲超过300年历史的家里的祖灵庙来合作，来为研究所的学生，伊着油画、亚克力，一个水墨等等的手法，画出心目中的赵祖灵，总共是完成15幅的作品。而这个作品将会由着庙方来典藏，并且进行后续的数位化制作甲运用。各种无同风格赵祖灵画作，是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甲设计学系六位研究生的创作。透过找赵祖灵相关的历史、图画、工艺、影视，也佮有游戏美术设计，创作出有当代风格历史画，展现古今融合的独特美学。我们就找到台南艺术大学，那由学生来帮我们画了一些相关于赵子龙的元素。这回台南大学跟嘉义百年庙宇祖龙庙影像馆合作，由学生创作15幅赵祖龙故事图画。这些作品将由庙方研究典藏，并进行后续的数位化制作跟运用。这次很荣幸，就是透过高时恒高院长还有侯宗颖侯老师的介绍，让我们能够参与这次子龙庙的一个神圣的时刻。那我们这次总共有6位同学参加，那这些作品我们用各自自己的风格来呈现。那比较大的困难点是在于，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的创作的表现跟赵子龙的故事结合，然后再配合能够让观众理解内容，来调整我们的画面。那最后的成果就是我们这一次展示的15幅作品。那很谢谢大家，就是把这次作品完成，也非常感谢庙方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庙方提供学生创作的机会跟自由，让他们发挥创意，并且展示他们的艺术作品，对少年的艺术家来说意义真重大。南天新闻台三甲里区采访报道。新闻进到这，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了继续了解其他的新闻消息。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预防登革热最根本的不二法门，就是落实循道清刷，一起预防登革热，为子的健康共同把关。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文怡。没有积水就没有病媒蚊，自然就没有登革热。我们在生活当中隐藏许许多多的病媒蚊滋生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清除。感谢先帝广告了，搁等来咱的新闻现场。今年台南四百似乎规划一系列的活动，最近就有一支台南四百的营销影片，分别伫个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也搁法国巴黎的春天百货，甲韩国首尔江南闹热街区来同步播送。影片当中包括着北加州小王村，也搁林百货盐田、台湾灯会等等的宗教民俗景点活动，一一来展现。好台南的水，好世界看到。
影片展现叠加江镇、小王船、各北加将等等大家所熟悉的传统宗教文化活动，另外台南的孔庙、林百会、甲盐田，各有生命之树等知名景点。就连今年初打来举办的台湾灯会，伫台南嘛伫影片当中，这短短几秒钟的影片播上所在，唔是伫台湾，而是伫千里远的美国、法国甲韩国。那今年是台南四百，那我们其实希望把台南文化的美好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台南四百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一起台南世界交配，想要世界交配啦，想要让这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安台南的文化。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最近开始，在韩国首尔、日本东京、跟法国巴黎、还有美国纽约，其实我们都同步做了一支其实具有完整的台南的文化元素 的一支行销影片。行销台南四百似乎规划到一系列活动，就连国际行销也包含在内。文化局表示讲，选择在美国纽约、甲韩国首尔、甲法国巴黎，以及日本的东京等知名的大城市来播送到台南四百影片，就是看到这些所在的国际代表性、甲庞大观光人潮，希望会当让行销宣传达到上大的效果。那在这四个都市当中，非常显著的地方是时代广场啦、新宿啦，跟法国的巴黎的这个市中心，那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台南，然后也了解台南，从而那个邀请大家到台湾、到台南来旅游。在这期台南四百影片当中，真切呈现到台南的这个新旧传统的所在，外国人看了真新奇，台湾人看了也真亲切、真感动。南天新闻综合报道。高龄化社会来到，为着要让长辈有健康的生活，客家区的平社关怀据点积极来推动高龄友善的环境，唔那是带长辈进行保健、唱歌、跳舞，也有手作的课程，更加是安排健口操的课程，来增加长辈吞的功能，也有身体的肌耐力之外，更加是提醒阿公阿妈，健康的保健对着身体健康的重要。失智失能的带来家庭的负担，进行向着生活品质，兴趣儿童长辈失智的探查做起。客家平社关怀据点即天安排健口操课程，操着长辈做发音的训练，老师一句，长辈一句，训练面部口腔筋膜。会使远离湿地嘛，好心心更加健康。我今天的那个课程会比较着重在那个健口操跟引导长辈们讲话的这部分，因为我发现就是社区的长辈们，无论是男女，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慢慢变得沉默，然后变得忧郁了，所以我会尽量引导他们开口讲话，然后加重就是着重在健口操这部分。真侪慢性疾病甲口腔的健康有真大关系，预防胜过于治疗。老师运用健口操引导长辈，让因愿意开嘴讲话，维持健康的生活。健口操跟引导他们说话，然后再用律动的方式加一些呐喊，让他们发泄他们一些情绪跟压抑的那些状况。阿公阿嬷站出来多多参与古典的活动，那是使愈侪好朋友，佫会使促进健康，共同打造一个引发族群的乐龄环境。咱听新闻来选客家区采访报道。西港的自贡心智关怀协会成立17年，当初是由着一群厝内底有心智障碍的囡仔家长所成立，希望讲会当协助身心障碍的囡仔学着尊重。并且知影讲生活要安怎自理甲自我照顾，协会以着手工艺课程为主，甲因串珠做纱布等等，除了是维持因的能力，嘛来减轻家长的负担。民国96年成立的自贡心智关怀协会，一直以来协助无阿多进入工作职场的身心障碍者，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家己动手做串珠或者是手工皂。欢迎无聊转动，并且维持你的能力。特别哈，用我们台南市像西港的芝麻、将军的红萝卜、白河的莲子、麻豆的柚子，我们平安皂哈，就是平安的意思。那去特别制作这个冷皂，那从制造的过程，这些原料哈，
都是用最道地的、最品质最高的材料来制作，那所花费的时间啊、人力也都比较高，希望就是做出一个比较高品质，的这个冷灶哈，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来选用。希望鼓励心中的朋友会使借由协会课程内容不断学习，训练自我照顾的能力。对着未来生活自理及就业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像外出的喷雾啊、洗手罩啊，这都很可以随身携带，然后随时来做一些自我的健康防护。一方面呢，可以增加我们的财源收入啊，也让我们社会大众有一个商品的选择。这充满来手工皂以及串珠的作品都相当受到欢迎，也有不少人指定用在节庆或者是婚礼小物礼品，透过适合新众朋友的学习环境，让因有发挥的舞台。咱天新闻台山西港区采访报道。台南市蚵仔面积大概有2340公顷，一年平均的产量大约是6000吨。本土的蚵仔因为现捞啊新鲜，简单煮汤或者是大壳内烘拢真好食。即卖都有饭店有总铺师发挥卡数。运用日式腌制的方式，研发无同款的蚵仔食法。其中一项鲜壳金球，就将海边蚵仔变成甜点的外表，相当的好食款。一般的蚵仔料理，就是煮汤，无就是进行着蚵仔酥。不过饭店的总铺师发挥着卡数，将台南本土蚵仔变成着日本式的料理，用着这鲜的手炉，将蚵仔亲像是丝拉同款来鲜过了后，来染上着这米色，而且口味的酱汁，让蚵仔不但是好看，更好吃。这一次的台南蚵啊，它的特点就是它很肥美，然后它又很鲜甜哈。那我用了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先把它低温烹调泡熟之后呢，然后再把它腌制日本的味噌。那味噌腌制了一个晚上之后呢，把味噌清除掉，然后再用烟熏的手法，让蚵仔上面有味噌，然后又有烟熏的香味。那它可以提出那个鲜蚵的甜味这样子。另外，这个海味的蚵仔经过总铺师的这个规步，大大面的蚵仔外口面包上着透明的晶体，原本的海味变成亲像是甜点迄款的模样。我们用那个晶冻的手法，就是把蚵，然后用柴鱼高汤做成一个晶球的样子，看起来很讨喜，然后吃在嘴巴里面，它会融化，会爆开这样。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科隆还准备了那个蚵蟹，蚵蟹是跟蚵仔共生的一种小螃蟹，那它专门来偷吃那个蚵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蚵螺，蚵螺也就是会吃小的蚵仔，所以我们把蚵螺跟蚵蟹经过烹煮之后，跟这个蚵仔的金球还有味噌牡蛎放在一起，那既可以展现出它的生长环境，也可以让他们互相去体味。而且一道又过一道的这蚵仔料理，是台南几间饭店的总铺师共同发挥卡数所研发。除了是日本式的做法之外，规盘而且炒饭最后放上着霸气的蚵仔，嘛，让人食蚵仔食到相当的过瘾。一道皮内底放入着蚵仔，甲其他的澎湃配料，变成着福袋，膨胀的马上让食到的战绩来提升了几啊级。而试过、砍数过的这蚵仔来配上着橄榄米加一挂蔬菜来加点虾饼做伙食，嘛好食蚵仔加了真济趣味。南天新闻台城台南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来关心明仔天气状况。根据着中央气象司的资料显示，明仔8月15号，台地区侪会有时乌阴，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是27度到32度，降雨几率是50%。再来关心沿海方面的气象。在当初安平沿海方面，乌云有时多云，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拖着偏南风效应，风力是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继续来看明仔农民历，国历8月15，旧历是7月12，适合沐浴、做灶、禁忌、祈福、安葬，将着寿灶的60岁刷西边。以上是8月14号礼拜三的蓝天新闻，我兄弟祝你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蓝天新闻》，咱再会。